差很多。对啊，这个队伍啊，你们就硬要看火北。如果说火北要解全水全火成就的话，就只能这样配啊，你不能带福利加，带福利加就没有那个，就没办法解成就了。不然带福利加那个强度绝对是三级跳的、啊。佐罗，其实我也觉得佐罗可以不需要。啊，他是不是打太快了？那我打太快了。不行，我先模拟一下哈，刚刚那个是。不行，这样五 C 还是没有办法。两回合。直接一波带走，有机会吗？加龙科。打得死吗？哦，刚好哎、欸，其实这边的话，其实不用打那么辛苦。算了，既然打到这里，就这样吧。刚好打死。哦，这边的话，火墙拼图盾嘛，对。看一下。技能全开。这边我看一下要怎么转，可以转刚好啊。这边左边火星，火星。OK， 刚好通关，谢谢奶油小生，感谢奶油小生。哎，这样就好了、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全火成就，全火成就。
哦，只有火的成员啊，不带奥丁，因为奥丁会算暗嘛。啊，你带奥丁也是可以解，只有火跟暗。哦，但是不能带福利加，带福利加不能解成就。啊，如果说你只为了通关的话，就带福利加吧。